种树啊，除了会当美化家园以外，上重要的就是会当改善环境品质。为了应应种树啊这代人，秀水乡公所举办种树苗活动，配合资源回收的宣导，以及农药罐啊回收，以及消高白叶苗注射等活动，希望伫个种树啊这一天来唤起民众环保回收、绿美化环境的意识。为了响应节能减碳、绿化周边环境，伫咧植树节进行，秀水乡公所举办送树节活动，吸引真侪乡亲一早就来排队，单领出桂花加杜鹃的树节。真开心！哦，是水壶，你真开心！透过植树节的活动，乡长林英家也希望大家做伙种下保护地球的种子，共同替地球尽一份的心力，打造一座绿色的家园。植树节哈，我们秀水乡公所在植树节的前夕，今天来举办一个这个种苗的活动哈。今天主要有这个桂花跟我们的这个紫银杜鹃哈。今天这个希望各位民众哈，索取回去哈，可以来这个让这个减少这个地球暖化。那今天也进行了我们这个资源回收，以及我们这个那个将家里的这个毛小孩哈带过来这边注这个狂犬病疫苗的这个防治的这个注射哈。还有就是今天特别邀请我们新农公司我们的胡处长以及我们地方的这个老板哈，来这边做一个宣导，希望我们秀水乡哈这个农药的这个使用率哈还蛮多的哈，希望我将这个农药的这个空瓶来做这个宣导哈，将这个清洗完之后，然后来做一个这个回收。另外，公所嘛特别邀请农药业者，代向乡亲宣导，废农药罐啊要如何回收，避免残留的农药污染到土地甲河川。农药罐啊用完的时吼，伊这内底基本拢有残留，吼啊，所以咱就是爱搁倒四分之一的，即个农药罐啊倒四分之一的清洗水，啊落去切个落落的，啊但是这种动作爱连续用三遍，安尼才会清洗。而且咱这个废容器的回收罐袂使放伫一般的迄个保特瓶的迄个回收罐，爱用伫咱废容器专属的迄个农药回收罐。配合地球节，除了送树节以外，边啊阁有免费注消高病疫苗的活动，以及乡亲摕到资源回收物品，就会当兑换生活经典生活用品，借此提升民众环保意识。大中华新闻林桂英秀水采访报道。